萤火部落泰坦烽火台进化了。许多消费者说，它有没有挡风板，在风大的时候呢，能够增加的烧烤效率，增加燃烧效率。或者有人问说，它如果选它的防火毯，现在我这次呢，全部都给你。所以我们做一个全钛实体处理的一个超薄、超轻量的一个防风板，但同时它底下呢留了进材口，方便你来做进材，让你料理的时候呢，就算你今天放满了锅，底下还是可以调整柴火，控制火力大小。接下来所有的薄的防火台都无法解决隔热的问题，所以呢，我们做一个水盆式的防火毯。你只要风管放上去，整盆水倒下去，这边整盆水可以帮助降温。不管你上面火烧太旺，你的灰烬掉下去，你都不用担心底下的草会受伤。这次的防火台终于进化成了完成体。首先，我们开发这个外挂式的一个泰坦的挡风板，它是由四片0.5mm 的钛板所组成的，在台湾加工组装，四片总重量呢245克。这个设计一样采用是卡扣组装式的设计，前后两片呢有一个凹字形的板。为什么要设计呢？让你放的时候呢，顺着这样子放，放进去之后呢，前方这边会有一个通风口跟进材口，同时是一个调节火力口，前后都有。这里呢可以有充分的进材空间，然后上面呢锅具放上去之后呢，热度会更集中，燃烧效率会更好。左右两侧的 logo 的位置呢，我们可以留了比较少的孔，让这两侧可以充分通风，通风做调整。它拆装呢非常简单，只需要这样拆装，这样就拆装完毕了。每片0.5mm， 四片总共只有2mm， 非常的薄，非常轻，245克。因为呢这边做完都会有些毛边，那内部这边毛边呢很难做完整修除，所以我们做了实体处理，仿旧处理。表面呢，外面也让我们研磨过，避免你刮手。什么是实体处理？就是把这个钛板放到一个大桶子里面，然后震动，然后里面有很多的石头，它会在表面有充分的研磨，让表面做出来就旧旧的感觉，让你不管用多久，它都旧的像新的一样。它组装的非常容易，两片一组。但是你注意看哦，这边会有一面，它这个斜角是比较斜的，这一面斜角比较大的。组装的时候呢，只要把这个斜角小这一面呢插进去，这样组装完了。然后你要拿的时候呢，抓住了凹洞这一面，或者你可以放到防火台上面组装。中间这一面，这个有斜角的这个地方，比较斜的地方，比较尖的地方呢，套上去。最后一片呢，一样是比较尖的这一面呢，套上去，这样就完成组装了。这四片就是我已经使用过大概4-5次连续燃烧，这样总共燃烧大概燃烧20个小时的一个钛板。虽然它会脏，但是刷洗过之后呢，透露出漂亮蓝蓝的钛的颜色。这种薄钛板呢一定会变形，所有的薄金属板都会变形。但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，设计好一个良好的一个组装的一个间隙，那就算变形也不会影响您组装。就像你看现在已经都变形了，我一样可以轻易的这样子卡上去。它虽然歪了，但是还是一样可以使用。这是所有轻薄化的装备必须要牺牲的。那如果今天用了之后有点变形，没问题，钛的韧性非常好，轻轻的凹一下它就回来了，它就继续做使用了。在我们接下来我们做的是水盆式的防火毯。首先，防火毯怎么购买？第一个，一定要购买上细胶的，因为呢有些只有玻璃纤维没上细胶，玻璃纤维呢容易刺出你的手，让你不舒服。所以我们这个防火毯是用双面细胶，它的玻璃纤维呢不容易刺出来，不会扎手。这工厂是我们挑过比较干净的工厂，它在制作的时候呢已经把大部分的玻璃纤维都清理干净了，不会让你扎到手。再来收边才重点，因为呢玻璃纤维呢它不容易收边，所以我们这次的边呢是折两折设计，折一折再折进来，所以它切完的边呢它不会扎你的手，这是很重要的功能。再来，很多的收边它的缝线是不防火，所以我们这次做的是用防火的线，它就算今天碳或者是火直接烧到上面去，这个线虽然会褪色，但是它不会断掉。为什么做扣环设计呢？因为扣环是金属制的，不怕火星，扣起来之后呢就形成一个水盆，我刚倒了水进去，它可以完全隔绝水，让水在里面流动，只要水没干，这边温度就不会超过100度，可以充分来帮地表做降温，可以同时保持轻薄但同时保持降温。那最棒的是它同时还是一个收纳袋，这样把它展开来清洗干净之后呢，水倒掉，这时候呢我们全套的防火台都可以收纳在里面去，放上去，然后这个时候呢从这里往内折扣上去，这样就是一个泰坦烽火台的收纳袋。如果想要更小呢，你可以最后这边再折一折，它可以收到这么小，充分保护好收纳，一物多用，就是我们设计整个泰坦烽火台的一个防火毯设计。但这是一个选购商品啊，因为许多人都可能有防火毯的，你可能用这个防火毯那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我们全新设计的一物多用水盆式的防火毯。
泰坦风火台这么轻薄，它只有些问题缺点需要克服，所以呢我们增加挡风板，所以呢我们做一个水盆式的防火台，让你在轻薄使用，享受轻薄重量，同时可以适合台湾的使用环境，避免让草皮任何伤害，或者像现在东部雨林能够抵抗东部这些强风。但是呢说东西不是万能的，我们尽可把它改善到最好，这是我们开发这商品的目的，一物多用，适合台湾环境，适合萤火部落粉丝的需求。那如果你有其他建议，或者你有觉得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，请在留言告诉我们。那产品购物链接我会放在下面，感谢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